各位同學，現在我們看 Example 8 第八題例子，那個老講關於就是 Volume of Frustum， Volume of Frustum 平接頭體，看一幅圖先，見到就想吃了，這個好像是布丁或者 布丁布丁啦， In the shape of a frustum， 原來布丁不是一個柱體來的，是一個 frustum 來的，它上面斜一點，上面斜一點這樣的薄，是不是？好啦，一個 frustum in the of a right circular cone， 咩叫做 frustum of a right circular cone？ 即係話原本佢係一個空嚟嘅，折咗上邊，咁咪變咗 frustum 咁解啫。The dimension of the bullion are shown in the figure。好啦，嗰啲尺寸咧就喺呢度啦。OK， 原來咧頂2cm， 底4cm， 高4.5cm。佢就問我哋 length of AM 嘅長度。我哋處理 frustum 咧，就一定要處理裏邊呢個三角形，埋藏喺中間嘅三角形 ，ANE 同埋 AMC。嗱，記住嚇，一定要處理嘅三角形，所以我哋畫咗出嚟先，模仿佢畫咗出嚟先，一定要睇呢個嘅 AN 就係垂直高，畫到落正中心嘅。所以咧，佢係有 right angle， 打橫亦都有 right angle， 一定有咁樣嘅。好啦，個 radius 就係二，個 radius 就係四，呢個高度4.5嗱，唔係指呢、這個，係指呢個4.5。OK， 佢問我哋 AM 幾多，我哋設佢係 x 啦，好唔好啊？咁樣睇，一定要用呢一個技巧。呢個係咩技巧？Similar triangle， 你見唔見到 similar triangle 啊？咁咧呢度有個細嘅三角形，同埋一個大嘅三角形，係咪？一個細，一個大嘅。咁呢個邊長係 x， 呢個邊長咧係個底係二嚟嘅。嗱，咁呢兩個三角形咧，細嘅同埋大嘅咧，係 similar 嘅，一定係 similar 嘅。點解咧？大家有相同角啦，呢度有相同角啦，係咪 ？Corresponding angle 啊嘛，咁你角相等啦，咁樣所以一定係 similar 嘅。記住這個是必然的方法，講真 frustum 十次有十次都用這個方法的了。 OK， 比例邊長比例 X 這個高度 over 這個高度，不是 4.5 啊，這個是 X 加 4.5 啊，小心啊，這個2比4 similar triangle 邊長比例一定一樣的，這條邊比這條邊，好多成好多嘅 calisthenics 都話 x 比4.5嘅，唔啱嘅，4.5係呢一節啫嘛，係咪？係要全個高度，全個高度係 x 加4.5，好變咗係二分一啦，交叉相乘，2x 等於 x 加4.5，二項 x 等於4.5，好啦，咁即係話咧 ，AM 等於4.5咯。原來 cut away 呢一部分咧，俾人 cut 走咗4.5。哦，我明白了，原來呢全個高度是9的， cut 了個頂， cut 了 4.5， 剩下 4.5， 那他就問我們 volume of thrust， volume of the building， volume of building 就是 volume of frustum， 那他怎樣計算呢？ frustum 一定是整個空被你切了個頂嘛，那就是說大減小啦，所以呢就要計大的空， volume of the cone ADE。 OK， volumeOf 直接寫了，好嗎？ Volume of frustum 等於呢大減細。好啦，我等返過嚟少少先，我怕唔夠位呢度。好啦，都夠位嘅，都夠位嘅。OK， 我呢度。啊，空係大嘅三分一 ，base area pi r square 四喎，底面即係四，底個半徑係四喎 ，pi 乘四嘅 square 高度。高度不是 4.5， 高度是整個空，整個空是 4.5 加 4.5 是9，三分一 pi r square h 再減 cut away 個空，三分一乘 pi r 是2， base radius 是2，上面這個講上面這個 cut away 這個2，然後高度是 4.5， 可以一條式寫過來。咁呢個咧就係 volume of frustum 啦，其實就係 large cone minus smaller cone，
smaller cone 嗰個咧就係 cut away 嘅，咁你就可以計到個體積啦。提翻大家，一講到 frustum 咧，平直頭體 cut away 咁樣，你咧一定要討論 similar triangle， 一定要 similar triangle。similar triangle 裏邊咧小心啲，呢、這個高度咧就係、是、呢兩個相加，唔好就咁睇咗部分嘅數字。好啦，到呢度為止啦。